谁能抵挡元气少女和那小佛跳爱你呢？何况她还是甜心教主王心凌。在这段57秒的表演里，王心凌举手投足都充满俏皮与活力，甜美的歌声更是丝毫未受岁月影响。不仅堪比了那英宁静，让黄小磊、赵英子沦为迷妹，更是让电视机前的中年男观众打出了“你一票我一票，心凌八十还唱跳”的口号。5月20日，《浪姐三》正式开播，在一众30家姐姐组成的华丽阵容中，王心凌凭借《爱你》出舞台杀出重围，获得断层式第一名。对于押宝朝鲜族选手力图彩线营销的水果台来说，这恐怕也是意外之喜。短短一天时间，王心凌的热度已经与新晋领导刘畊宏比肩，不仅以日涨粉百万的速度迅速崛起，相关的话题和热搜也在网络上不断发酵。前有中年男粉看王心凌跳舞 DNA 动了，后有再就业男团合拍《爱你》，是不是特别用心？在你的心里，我是否就是唯一？好呀好呀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狂欢中，80、90后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起，梦回少年的观众们纷纷自发为爱发电。在某音乐 APP 5月23日更新的歌曲飙升榜单中，排名前50的作品里，王心凌一人的歌曲就占据了半壁江山，更包揽了前10名中的9个席位。王心凌这个名字就像一个时代的缩写。2003年，尚未出道的2年后，这支又为他写下了梦的光点。随着《神兵小将》的播出，这首歌成为了烙印在无数90后童年里的旋律。童年曹格亲手打造的睫毛弯弯，为王心凌奠定了甜心教主的地位。后来他又趁热打铁写了《飘飘》。同张专辑里还收录了李荣浩作曲的《热爱》。不怪昔日的记忆突然袭来，不过是长大成人后的我们在怀念从前那段真诚而热烈的时光罢了。